贾斯洛呢日宣布将会找来六位女艺人为他11月举行的演唱会站台，而第一次做演唱会嘉宾的向海南就说要努力练歌啊。演唱会嘉宾真的第一次做，其实都挺紧张，因为自己不是专业歌星啦，所以呢即每一次如果要演出唱歌的时候，其实自己都有个压力在这里的，是啊，所以说呢即我都会找老师上下堂补下钟，我觉得即起码自己的信心会大一点，是啊。中秋节就到了，向海南又会怎样度过呢？今年中秋会在工作中度过，不过正日我应该是要自己搭飞机，因为是要回内地工作，所以的话就是自己在路途上度过中